我刚刚第一个场景在黑森林拍，听到我现在声音有点沙哑，就是因为第一刻导演就叫我在黑森林里面大叫。我觉得我刚刚拍的过程当中，我的全身肌肉是有点紧绷的。深夜你不要在山区逗留，真的不太时不时会打一些冷战，然后时不时会觉得身边的工作人员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来三二一，走，开门。那这个场景非常的特别，就是导演是想要创造出一种，就是从现在这个景是家景，从家景一出去之后，进到了这个黑森林，然后在这黑森林里面看到了很多面向的自己，那有包含有被绳子绑住的，然后有照镜子的，然后跟不停重复同样日子的自己。